他今天的所作所为不是提油救火，我看到他开了一罐油罐车啊，冲进火场里面，奉陪到底不会战。他奉陪到底，你跑个屁啊！讲出最凶狠的话，做出最孬种的事情。你民进党的幕僚不是脑袋进水了，就是脑袋。为什么还要放着赖品妤出来？他今天的所作所为不是提油救火，他今天我看到他开了一罐油罐车啊，载着几百万公升的汽油冲进火场里面，说来我来救火了，然后开始打开那个喷油嘴，我来救火了是吧？你们家拿那么多标案，我们的台电破产，啊你们 X X 是贪污是不是的？你跟我讲，你们去面对金山万里，金山万里的朋友们，你们有拿标案吗？我要问你们什么？你们有做云豹能源吗？金山万里的朋友，你们一年政府多少标案？你一年赚多少钱？不是。这是什么样的智商发言？我们今天的赖白义说：“奉陪到底不会战。”啊，奉陪到底，你跑个屁啊！奉陪到底，你爸，你吃个屁！讲出最凶狠的话，做出最孬种的事情，跑第一个的就是你这种。你爸爸那个叫做吼，党库国库通你家啦，几千亿的标案，哇，你们家接的好多，后面又全部都是民进党的派系，我们人民觉得这是贪污欸。那你出来面对啊，然后我们就要去法院面对了。从来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年增长21倍，获利916%，这样的世界奇迹，我们只是想请教你致富的秘诀。你就在那边喊砍告啊，喊委屈啊，叫金山万里的朋友啊站出来啊，大家都会看你直播，打一波加赢，好自以为哦。我以为今天说馆长很帅，已经够无耻了。已经是无耻的下限，18层地狱了。没想到今天我看到第19层，金山万里的朋友，我知道你们都在看着我的直播。我知道各位金山万里的朋友们都非常的支持我赖品妤，我保证一步都不退让。你是在说啊，你选总统要了啦？